大家好呀，我是花猪，本期是迪奥娜的新手攻略，希望对朋友们有帮助。先祝所有点赞的朋友出零华深鹤，祝投币的朋友出角色和武器，祝三连加关注的朋友直接满命满金，衷心感谢支持。大家不妨点个关注，有游戏问题可以私信问我。迪奥娜是一位冰系护盾奶妈，元素战绩可以为队友加盾，大招可以加血，会有天赋可以增加移动速度，降低体力消耗，还能降低敌人攻击力，是比较值得练的角色。由于大招需要能量较多，所以在武器选择方面以充能武器为主，这里推荐新人朋友用系统送的西风弓。圣遗物选择较多，前期和后期都可以用二加二，保证两件千言就行，当然选择宗师四件套也可以，十之杀充能生命，空之杯生命，理之冠生命。天赋方面普攻不用加，战绩和大招加到八级左右就好，新人建议练到八十级。命做一命可以恢复能量，二命为队友增加护盾，四命减少瞄准射击蓄力时间，六命为队友增加精通，效果都还可以。这里重点要说一下二命，很多新人朋友前期打不过一些副本，这时就可以选择用猫猫进行连击，此时二命效果就体现出来了。这里不是教大家怎么划水，相信大家都知道刚到45级时刷圣遗物有多么痛苦，我以前也是用奶妈去连击的，因为主 C 实在没伤害，或者根本没主 C， 而且这样还有一个好处，让大佬们充分享受到了在新人面前展现实力的快感，简直双赢。配对方面可以作为钟离的替补和胡桃萧公等配合，总之需要护盾和奶妈就上迪奥娜准没错。最后祝所有点赞三连关注的朋友都能抽到想要的角色和武器，我每天都会分享各种原始活动攻略资讯，大家可以点个关注，每天看看以免错过哦。